嗨，杰瑞米，你在和小杰瑞米一起探险吗？嗨，特洛伊，你要与杰瑞米和小杰瑞米一起去探险吗？特洛伊，小心，这些铁轨好像很陈旧了。糟糕，特洛伊，他们被困住了。泰迪，特洛伊需要你的帮助，石头从山上滚了下来，把杰瑞米和小杰瑞米困在山洞里了。泰迪，谢谢。我们走吧。别担心，特洛伊正在想办法救你们出来。是推土机比利。比利，特洛伊需要你的帮助，小杰瑞米和杰瑞米被一堆石头困在后面的山洞里了。比利，干得漂亮。杰瑞米，小杰瑞米，一会儿见。
特洛伊，等等，铁轨的问题还没解决呢。特洛伊，这样好多了。比利，谢谢你的帮助。特洛伊，你做得很棒，下次见。嗨，特洛伊，今天天气真好呀。哎呀，这不是苏西吗？不过他看上去好像很难过的样子。苏西，你怎么了？你着急把信寄给圣诞老人？哦，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，因为邮筒在汽车城的另一头，所以你来不及在彼得取信前赶到。苏西，彼得什么时候取信？大约十分钟以后。特洛伊，你说的没错，我们得马上去仓库找一辆车来帮帮苏西。苏西，你在这里等一下，我们马上就回来。嗨，泰迪。特洛伊来找你了，我们下楼去看看吧。粉红小轿车苏西想在邮差给圣诞节老人送信前把他的信投进邮筒，现在还剩下五分钟不到的时间。我们一起帮他把信送到圣诞老人手上吧。我们要选这辆赛车吗？完美。特洛伊特地带上了一辆新车来帮忙。赛车朋友，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凯蒂。粉红小轿车苏西想把他的信送给圣诞老人，但是距离彼得来取信只剩下一分钟的时间了，你能帮帮我们尽快把信送过去吗？太好了。好的，我们出发吧。差点就撞上了，凯蒂，小心那辆车！凯蒂，路上有个轮胎，快避开！哇，凯蒂，就是这个油桶没错，快刹车！
凯蒂你真棒，正好及时赶上。特洛伊，谢谢你，你做得很出色。苏西，看来圣诞老人收到你的信了，下次见，朋友们再见。火车特洛伊，嘿，特洛伊，万圣节快乐，我喜欢你的造型。嘿，车宝贝们，你们为什么不开心？哦不，村里没有糖果了吗？你是对的，特洛伊，我们需要去仓库找到一辆可以给车宝贝儿们带来糖果的新车，拯救万圣节。大家等等，我们会回来的。好吧，让我们见见我们的新朋友。哪辆车可以为车宝贝们拯救万圣节呢？特洛伊，一辆拖拉机，一辆救护车，一辆糖果车，好主意，糖果车正是我们需要的。他来了，让我们把这辆糖果车带回游乐园。让我们先卸下零件。哇哦，差不多要完成了。你好，糖果车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佳丽。欢迎来到汽车城，佳丽。佳丽，我们有一个重要的工作给你。这是万圣节，但汽车城里没有糖果了。你能给车宝贝们送一些吗？太棒了，让我们拯救万圣节吧。车宝贝们，来认识一下我们的新朋友佳丽，她是一辆糖果车，想看看她能做什么吗？这太棒了，佳丽！嘿，你们怎么样？佳丽，被万圣节遗忘了的大人们要伤心了，我们给他们也送些糖果怎么样？
好吧，这真棒。我们现在一定有很多糖果了。再次感谢佳丽，万圣节快乐，下次见。嗨，杰瑞，急着赶路吗？我觉得你应该慢一点。糟糕！你还好吗？还好你没受伤。不过你好像堵住路了。嗨，宝贝们，今天是返校第一天，你们要迟到了，大事不妙啊！火车特洛伊是吧？他肯定可以帮忙。嗨，特洛伊，宝贝们堵在路上了，可他们得赶快去学校，你能帮忙吗？好主意，泰迪肯定能想出办法的。嗨，泰迪，你能帮帮特洛伊吗？他得把堵在路上的宝贝们救出来。你准备选什么车？没错，当然是赫克托啦，它可以带宝贝们飞起来，避开拥堵路段。泰迪，谢谢你的帮忙。杰瑞，你还在这里啊？你在等汤姆啊？小安博，别担心，特洛伊正在赶过来，他有办法把你们送去学校。他来了。嗨，赫克托，你能把宝贝们送去学校吗？他们不想在返校的第一天就迟到。谁想先来？好的，赫克托现在就把你拉上来。你玩得开心就好。嗨，安博，宝贝们堵在路上了，但赫克托会把他们送过来的。小杰瑞米，你想下一个吗？好的。飞得开心吗？还有一个。
小安博准备出发了吗？你不敢飞吗？特洛伊，没错，我也觉得小安博是个勇敢的女孩子。小安博，你真棒，真勇敢。没错，我知道你可不想缺课。赫赫托，谢谢你的帮忙。特洛伊，谢谢你今天的帮忙。一会儿见。